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会儿啊。长老，你在这儿等人啊？这个和尚是个聋子。长老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 不了，悟空说了，不能和陌生人的水。悟空，你娘就这名儿？哼，他肯定做错事了，他娘让他在这儿罚站呢。哎，休得无礼，小朋友真可爱。悟空不是我娘，他是我的徒弟。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前往。悟空说了，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。 这个和尚还挺有意思的啊！爷爷，那里怎么有鱼骨头呀？这里呀，原来是一条流沙河。这河里的水呀，非常奇怪，就是连最轻的羽毛啊，都浮不起来。 这条河里面呀，有一只妖怪，它吃过九个取经人，啊，就这九个取经人的头颅啊，才能浮起来。这个妖怪呀，也感觉有些奇怪，他呀，就把那九个头颅串在了一起，挂在了脖子上。是这样吗，爷爷？嘿，你这从哪儿来的？ 刚才在路上买的，说是流沙镇的纪念品，还可以辟邪，我就买了一个。又瞎花钱，败家娘们儿，骗外地人的。快看，好大的鱼骨头啊！回来呀、啊，翠红，在干嘛去啊？翠红，回来，快回来呀、啊，翠红，回来呀、啊！ 不行了，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！
师傅，这是暂时离开一下，猴哥你不必太过担心了。不是每个妖都想吃他的肉，有些妖可能只是欣赏他的为人和才华，说不定现在师傅正在享受着呢。不如我们把家当分了吧，你回你的花果山，我回我的高老庄。我知道你舍不得师傅，这样吧，那这个令狐，拿着，想念师傅的时候闻一下，送给你做个念想啊。把东西收回去。猴哥，我们去哪里找师傅？那里。哦。 佛祖说，身做好事，言说好话，心存好念，次数丹压，乘三。施主能带贫僧来到这种地方躲避风沙，想必一定是一只好妖。不过，贫僧确实是有重要事在身，实在是不宜久留。臭和尚，你以为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吗？贫僧知道。 施主好客，不如等贫僧治完真经再回来串门，到时候拿几本真经送给您。这次来的实在是太仓促了，空手而来，确实是非常的不礼貌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！好丑！你怎么出来了？ 藏起来不是挺好的吗？多有神秘感！你最好少说话，我看到你就恶心。你是不是胃不太舒服？我见你第一面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的妖怪，不但不想吃肉，还觉得我非常的恶心，真的值得在妖界广为推广。闭嘴！等我拿到了孙悟空的实心。 我就把你剁了喂狗！你想要的是悟空的实心，而不是我。那你很棒哦。 我来帮你。粗鲁！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天蓬元帅，猪八戒。 凭你们俩这熊样，还想冒充妖王？不要脸，长这么丑就应该知道羞耻。有我一半帅，我都不会这么生气。
干嘛呢？干嘛呢？这样都谋杀了，知不知道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们两个都给我变戏法，要饭去！老大，爷轻点。豪哥，他侮辱你，我帮你弄死他。但是他钱都给了，下次再弄死他。外地人。外地人想来我们流沙镇混饭吃，就这点把戏是活不下去的。刚好我的客栈缺人手，包吃包住，要不要考虑一下呀？好啊，好啊，皮肤真滑。找师傅也要有力气，边吃边找是最好找的啊。皮肤真的很滑呀。这些呢，就是本店的招牌菜，以后你们俩都要学着做。本店的规矩呢，很简单，干活吃饭，偷懒就没饭吃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喂，大家欠你钱啊？微笑服务懂不懂啊？你这样总板着个脸，哪来的客人啊？水仙阿长。好了，看明白了吗？微笑啊！冷静，别浪费了，我们都懂的。废话少说。吃饱了干活。老大，你没事吧？喂，你傻呀，菜都还没吃呢。哎，豪哥，这流沙镇的人呢，其实还不错了，菜就一般了。他们那是人，都是妖啊！我看他们耍什么花样。好重的妖气！妖气冲天，几位想吃点什么呀？吃妖肉，炖妖心，剥妖皮。客官这是说笑了，本店可没您想要的这些菜品，不如我给你们介绍几个招牌菜。快点吃饭啊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快吃！来，顶龙虾。原来是个花妖啊！贱货，今晚。打到你魂飞魄散，上我们家老大，我跟你拼啦！就凭你们！还是你牛，躲都不躲，厉害！哼，妖怪我杀过很多，花妖还是第一次见。你身上的花蜜甜不甜？有本事就杀了我！等我吸干了你的花蜜，我就成全你。谁？说。你的同伙在哪里？
我觉得扔筷子没有问题，但是为什么要扔我的那只呢？神经，我什么时候扔过？吃菜吧你。原来是你们。不是，我们是来吃饭。顶龙侠，我看着你就好了，啊，没事就好了。我跟他很熟的，他平常都是这样子的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妖？轻啊！你，哎呀！原来是天蓬元帅和齐天大圣啊！小人知罪了。知罪了，神仙饶命啊！神仙饶命啊！哎呀，神仙饶命！神仙饶命！神仙饶命！悟空，放他们三个一条生路吧，让他们回去好好做人。齐天大圣驾到！齐天大圣驾到！周师爷，我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那些都是虚名了。天蓬元帅，你们一路陪唐僧西天取经，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吧？困难肯定有，但就算没有困难，你也要制造困难出来去解决啊，要不然多无聊啊，是吧？你小子手法还不错啊。喝口水吧，大圣。多谢大圣出手相救，我叫小曼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大圣恕罪。手痒而已，多谢大圣手痒。我们流沙镇都是一些幻化成人形的低等妖物，没有多大本事，但是我们也从来不害人的。可是尽管如此，也总是受到捉妖人的捕杀。今天多亏了大圣，大圣威名远扬，早就是我们妖界的骄傲了。我可是个取经人。外面好重的妖气！大圣，真的是齐天大圣！这就是紧箍棒啊！陆生，放手！大圣莫怪，大圣莫怪啊！这孩子不懂事啊！喂，猴哥，别那么紧张，别那么紧张啊！靠，你懂什么？小孩子嘛，要你救啊！你看那个孙悟空，那个猪八戒，
哎呦，比传说中的还矮一些。你说什么呢？干嘛呢？大圣大圣，我是你的终极粉丝，你看齐天大圣。粉丝啊。怕了吧？大圣，你的牙齿好白呀。没错了，小朋友，你要学他一样每天刷牙，你的牙也一样那么白。大圣，送给你。两位妖王远道而来，我们全镇小妖万分荣幸。啊，全镇都是妖啊？干嘛？这里本是万花国，花花草草洗天地之灵，修炼成妖。万花国本是片花海，几百年前被一团从天而降的烈焰摧毁，变成了万里流沙。如今只剩下这流沙城还能生息，我们这些活下来的妖就都聚集在此了。我们特地设宴，希望二位可以赏光。好，吃吃吃，要吃的吃啊。要吃？你忘了我们要来干什么了吗？哎呀，有什么事我们边吃边聊嘛，待会儿人多可以问一下嘛。来吃吃。猪哥哥，要不要小女帮你斟酒啊？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名叫珍珠，是沙枣精所化。难怪声音那么甜，原来是沙枣精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很有缘分呢、啊。缘分？嗯。什么缘分啊？你叫珍珠吗？嗯。我是真的猪吗？是不是有缘啊？算是有缘。大圣，我爷爷天天给我唱《孙悟空大闹天宫》，我知道大圣最喜欢吃的就是桃子啊。嗯。终于来了，这是我们万花国唯一的机会。我们万花国的妖灵越来越弱，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只有拿到这孙悟空的石心，才能拯救万花国。林普，大圣救过我们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救你？你还真把他当成同类？这个石猴生性残暴，一路上杀妖无赦。你不杀他们，他迟早会把我们杀光。还记得我们万花国是怎么变成万里流沙的吗？你是说？它就是当年从天而降的火石，这个火石又来了，这就是我们万花国的宿命。公主，让流沙城变回花海，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大家一个个的死去，你来决定。我帮你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接你。好、啊。嗯。嗯。哎，猪
树哥哥，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看，我会害羞。哎呀，我有吗？我不自觉的，这个不好意思。你可能想吃香蕉了吧？哎，看来树上都是骗人的。哎。小二，快点儿，给点水啊！哎呦，你还以为你是来客栈消费的客人呢？要不要再给你来个微笑服务啊？我保证，只要你放了我不杀你们。嗯，你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嚣张？我告诉你啊，过几天就把你进杀神了。临死之前，你最好是多吃点。杀神是谁？谁是杀神？我问你们，谁是杀神？别冲动啊，猴哥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但是我很怕。还嘴硬？不进棺材不流眼泪。大圣，大圣，这是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呀。你是不是你抓了我师父？说啊！大圣，大圣息怒啊！大圣，我们都是低等小妖，没有这个能耐呀、啊！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啊！大圣，我们这些小妖哪敢呢？大圣息怒啊！大圣息怒！大圣息怒！大圣息怒啊！大圣息怒！大圣息怒！大圣息怒！大圣，虎哥，先把他放了吧。你看他快被你掐死了，敢骗我，偷偷杀光你们！说，杀神是谁？他原本是流沙河里的河妖，专吃路过流沙河的路人。现在，流沙河变成荒漠。路人少了，他逼我们每年七月要捉活人祭他，否则他就吃我们。可是我们从来不敢害人呢，大圣。所以这么多年，他已经吃了我们这里不少小妖了。要不是大圣抓到这几个捉妖人，我们也不敢呢，大圣。大圣，我们真的没有抓你师父。哎呀，猴哥，你看他们都花花草草的，应该没有这个能耐，而且人家都不吃肉的。但他说的那个河妖倒是有可能。说，河妖在哪里？那个河妖在大漠的深处，谁也寻不到他的踪迹，除非问指路仙人。还有个指路仙人的，快点出来呀、啊！在哪里呀、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他原本是个小道士，前往天龙山修行，路过此地，想以商队问路，不料那商队却将他指向大漠深处。小道士走了七天七夜，发现受骗为时已晚。小道士怨气不散，化为妖，此后一直在大漠深处为人指路，所指之路必是死路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指路仙人。走。
圣，那个指路仙人只在午时出现，现在去是寻不到的。什么？怎么那么麻烦呢？快点说了，我快被打死了。大圣，大圣如果信我，天亮后我让小曼陪你们去，也好证明我们的清白。有小曼去就好了吗？公主，这是我们万花国的宝物摄魂刀，你将它带在身上，插入孙悟空的心脏，摄魂刀定会吸出他的心魄。这个小花妖真的能取出孙悟空的不死之心？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，妖怪先生？他是唯一的人选。这位是？这个孙悟空生性多疑，一般生人很难接近，但这个小花妖与他同一灵石中生，最易取得孙悟空的信任，再加上他对拯救万花国一说深信不疑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肯定会去冒这个险。哦，果然是最毒妇人心呐、啊！想必这位一定是妖怪夫人吧？真的是年轻貌美，婀娜多姿啊！如果能再加上心地善良，那真的是羡煞旁人。臭和尚，闭嘴！莫生气啊，生气生多了容易长皱纹的，是真的。我觉得你跟这位妖怪先生非常的有夫妻相，如果你们能放下屠刀，我立地成全你们，做个什么婚礼见证人之类的都是可以的。我觉得你们欺骗和利用一朵纯洁的小花去做坏事，做多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是很难得到别人的祝福的。我劝你们最好闭嘴。我还有一句话，悟空是金刚不坏之身啊，不是你们想杀就能杀的呀，不如早点消掉这个恶念，好好过日子。你不用担心，这花妖能破灵石而生，定有他的过人之处，你还是祝福你的徒弟吧。哎，你看人家小曼姑娘对我们这么好，管吃管住的，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居然掐人家脖子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，怎么说也说不过去的吗？你这个猴脾气真的要改一改，佛语都有说嘛，对万物要有慈悲之心，才可以步步生莲呢、啊。你哼什么哼啊？啊！现在我有说错你吗？啊！你就这样猴脾气的啦？啊！错了不承认，去！啊！刚好这里有瓶药，听说对外伤很好的，拿过去吧。嗯，我们还住在人家的地方呢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拉屎啊！哦哦哦、拉屎？拉屎？你拿我的药干嘛？我的药不通便的。去。你想干嘛？我想干嘛？我问你，你想干嘛？走错门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哇哇，辛苦了。嗯，好，早点睡啊。啊，好，嗯啊。看来药应该是给了，
烤住了，找半天，一滴水没有找到，口渴死了。哇，原来你伤成这样啊！昨天没有人拿药给你吗？啊，没人拿药给你吗？ 点嘛，守在这里呢，不在这里。哎，哦，用这个好得快，老侯给的。哦，谢谢啊。又不是我给的，不是你？难道是指路仙人啊？有错不敢认，给了又不承认，累不累呀你？切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哎哎哎，不是你，你。 那个指路仙人，他什么时候才出来啊？已经快过午时了，如果今天他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等明天了。什么？出来呀！指路仙人，你小子给我出来呀！指路小童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小曼姑娘。 你算是见过什么叫猴急了吧？你说我每天面对这个神经病，这多痛苦啊！大圣，这指路仙人如果自己不出来的话，是谁也换不出来的。什么？好，是不是我太渴了？ 那里怎么会有一口井呢？是幻觉，他来了。二三二二三，跟着师傅上茅山，茅山有个宝老道，师傅给我把一船，船会了徒弟整八个，倒有七个成了仙，只给我看门。 大把手啊，兄弟，打你妹啊！谁是你兄弟啊？出不来就在里面说。喂，你小心点！兄弟，去向何方？ 归往何处啊？贫道愿意给你指条死路。少给我装神弄鬼呀！告诉我那个吃人的河妖在哪里？你要找河妖啊？那不是想找死吗？我只给不想死的人指死路，给想死的人指死路，那不是便宜你了？ 你又不给我指路钱儿，哎，你是想死吧？嘿嘿嘿嘿，我在这儿呢。
还好。上当了。你看，这齐天大圣和天蓬元帅也不过如此嘛，还是我这法宝厉害呀！出手吧，小姑娘。灵婆让贫道助你取这猴子的食心，现在该你出手了吧？下不了手啊？要不我来帮你？我怕我太兴奋了，我会把它剁碎。用不着你，我自己来。对不起了，大圣，为了万花果，为了大家。哎，心在左边。我当然知道，用不着你提醒我。为了万花果，为了大家。哎呀妈呀，真墨迹。皮也太硬了吧，我尽力了。兄弟，你在逗我吗？看到我手都痒了。让你走，你干嘛不走啊？走啊！啊！大圣，去向何方，归往何地呀？贫道愿意免费为你指一条路。是不是要我再问你一次啊？你说的这何瑶啊，都已经很久没出现了。他性格内向，很少与人见面，只有每年流沙河去杀神的时候出来捞点吃的。听说大圣是来找唐僧的，这流沙河妖一共吃了9个取经人，我怕你的师父早就被他给吃了。什么呀，去死。猴哥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小曼姑娘怎么晕倒的？哎，那个指路仙人的头呢？你是不是又杀生了？师父不在，我得好好看着你。哎，第一次看你背女人，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我高老庄的初恋。初恋？哎呀呀呀！哎，老大，你醒了？没事吧，老大？来，慢点点，慢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大圣把你背回来的，我们没敢多问。嗯，大圣，给。什么来？和书上说的一样，花果山到处都是水果，大圣只吃最甜的那一口，从不吃第二口。因为如果我吃第二口的话，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。
哇哇！好大的苹果呀！在花果山，最小的苹果都是这么大的。嗯，苹果那么大，那岂不得西瓜就那么大了？哎呀呀，我的苹果！别跑啊，苹果！哎，老大，原来大圣也会笑啊！哎，笑起来还没我好看呢。对了，老大，刚才灵婆有事找你。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今天怎么想到过来找我呢？没想到你比我还心急。猪哥哥，啊，大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大圣他不会回来了。不回来了？嗯。你不觉得在这个时候只有我们两个，不是更好吗？那我可以问你一些关于大圣的事情吗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问那个猴子的事啊？你别看他这样，那哒哒哒哒哒，咕咕咕咕咕，不不不不不，啊，很硬的样子，其实他就是块破石头，不能有感情，他一动感情，他就硬不起来，你明白吗？啊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我直白一点说，他不喜欢女人的。不喜欢女人？意思就是他连男人也不喜欢的。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他不能动凡心，他一动了凡心就会破坏他的金刚不坏之身，就会破。破？破。是这样啊。说白一点呢，他就是一个怕死的人。在爱情的路上，觉得没有我那么勇敢。我如果没有爱情的话，我宁愿死。猪哥哥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明天再来找你。其实我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一面呢。喂，问你一个问题。说吧。天天背着那个东西，你不累吗？不累。那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和我讲讲真正的花果山吧。没什么好讲的。啊，这样吧。哎，这个呢是花果山的石头，你拿去听吧。哇，花果山的石头，哇哇！你听到了什么呀？有瀑布，还有很多的小猴子，嗯，还有很多的鱼，哇！鱼你都听得到啊？是我猜的。能让我再听听吗？那个就送给你吧，回家慢慢听，你该睡觉了。真的，大圣。不过我不敢一个人回家。为什么？怕杀神，他会吃掉小孩子。切，过几天我把他抓过来给你当马骑。太好了。驾驾驾驾驾驾驾。我已经尽力了，我真的做不到，我放弃。公主，公主三思啊！你别这样，快起来。公主，
我们妖灵危在旦夕，你不能就这样放弃呀。大家可以不知道你是公主，但你自己不能忘啊。什么公主不公主的，根本就不重要。我宁愿跟大家一样，当一个平平凡凡的小妖。万花国现在有难，让我挺身而出，我当然愿意。可是那孙悟空的身体坚硬无比，你怎么可能去到他的心嘛？孙悟空一天找不到唐僧，就一天不会离开流沙镇。我们还有机会。老大，老大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早出事了。早熟的妖灵进了。怎么会是这样子啊？这早熟平儿你身体不是挺好的吗？他怎么会这样啊？这妖灵怎么说没就没啊？是啊，看来万花国的灾难来得要比预想的还要快呀。啊，哎呦，这家伙什么时候出来呀？哎，小曼姑娘，你是不是很紧张啊？我不紧张。不紧张的干嘛一直抓我，抓得那么痛啊？哇！如果你害怕就先回去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别怕，有我呢。船动了。看来鱼要上钩了。谁坏老子好事？是不是你抓了我的师父？你师父谁啊？就是说话非常唠叨的光头的和尚啊。老子在流沙河吃了9个和尚了，你说说看，哪一个是你师父啊？什么？猴哥。
滚远点！那个石猴已经动了凡心，主公拿到石信指日可待呀。这个石信本来就该是我的，这个猴子没完成的事我帮他继续。你们是要和我一起去西天取经吗？取经？如来用他的五指山困住了这孙悟空的身，现在又用取经困住他的心，让他彻底放弃对抗天庭，像狗一样跟着你。不许你这样说悟空。悟空一直用坚硬的石心让自己成为无敌的战士，一路降妖伏魔保护着我们。哎，这小花妖与悟空一脉相承，冥冥之中注定了这段情缘，佛祖这样的安排一定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。佛祖？你现在死到临头了，你的佛祖怎么不来救你出去啊？佛祖是希望你能迷途知返，回头是岸。回头？我会让这天庭重回黑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猴子，你笑什么？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你笑得有点干，我来帮你加点回音。不用管我，你继续，你继续。最后还是敌不过一个情字啊。金刚不坏之身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别看他法力通天，只要一触动真情，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没了。齐天大圣瞬间变回一个普通的小猴头。你说这情字啊，可以让人像炉中赤火摧毁一切，也可以让人卑微的像尘土一样。说到感情，这个千年老处男还是个孩子。真的没有想到大圣对他师父的感情这么深啊。哎，什么师父？谁说师父了？是男女之情。男女之情？嗯。你是说大圣有心上人？嗯。不会吧？谁啊？嗯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是我？难道是灵婆？会不会是珍珠啊？珍珠那么漂亮，好多人追的。哎，珍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不会有人敢追了。现在师父都没有了，看来还是带珍珠回高老庄，先洞房再成亲，过一个正常住的生活。万花国五十，万花国五十。水仙，给我来口酒。好嘞，快点。大长，救命！酒来。好嘞，马上来。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死了！大圣这样
不会有事吧？现在陷入的是失去师父的痛苦之中，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。大圣，你还是出来吧。大圣，他是个驴脾气，劝不了的，饿了自然会出来的。我们先睡觉吧。他们的妖灵进了。凌波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我们万花国灭亡的征兆。灭亡！那孙悟空就是当年从天而降的火石，吸进万花国的灵气，化身为石猴，让万花国毁于一旦。好不容易留下一个流沙阵，他又来了，看来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呀！一派胡言！海外有一国土，名曰奥莱国，国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名唤花果山。孙悟空乃东胜神州奥莱国花果山人士，我读过书，你骗不了我。你哼，我看你是读书读傻了。大圣是来保护我们的，他还说要抓沙神给我当马骑，你们不可以诬赖大圣。我看猪八戒那个人是挺好的，孙悟空他也只是脾气坏了点，不像是要对我们赶尽杀绝呀。是啊，灵婆，会不会是搞错了？要不我去查查他们的族谱。你查什么族谱啊？你私自吗？你是万花国虽然灭完，但这维系大家命脉的妖灵一直是我日夜守候，现在妖灵越来越弱，危在旦夕，你们却还维护一个外人。你们想想，自从那孙悟空来后，我们这里安生过吗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这孙悟空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如果小曼能拿回石心，我们或许还能逃过这一劫。如果小曼没有成功，只能大家一起动手了。孙悟空那么厉害，我们怎么打得过他呀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这个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啊。是啊，如果拿不到石心，我们都会死。天哪！咦，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？大圣快跑！大圣快跑！大圣！大圣快跑！大圣，你们快跑啊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下不了手。你们快回去，是家长，快让大家走啊！老大，为了万花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啊，老大。哎，别闹了吧，吃你们的妖怪我们早就已经给收了，赶紧回去做饭吧，饿了。哎，珍珠，你想干什么？猪哥哥，对不起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你已经有了我的心，你还想要那个猴子的心？你怎么这么贪心啊？过来。大圣，都是大家一时糊涂，你就放过大家吧，放过大。爷爷，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你怎么了？
看到了，这都是拜你所赐。从前你临时坠落，毁了我们万花国，你的出现是我们万花国灭亡的征兆。只有拿到你的石心，我们才可以保住性命，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人家当我们是神佛一样供着，你差点要人家命啊！为了万花国，为了我们能够活下去，要是拿不到大圣的石心，我们都会死的。这都是拜你所赐。大圣，你就放过大家吧。大人，放过我们。这是你欠我们的。上当了！主公已经拿到孙悟空的石心。现在可以送你上路了。妖怪夫人，坦白的讲呢，你要是能送我上路，你早就送了。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？毕竟杀人必须要有勇气。我们主公是你前九世的心魔所化，在没有拿到孙悟空的石心之前，他还需要依附于你的心魄，所以才不杀你。哦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明白了。难怪他那么的讨厌我。毕竟每个人都有讨厌自己的时候，讨厌到极致也就成了心魔。你快杀了我吧，我又开始讨厌我自己了。临死之前，我还想洗个澡。忘了告诉你了，其实你的妖界对贫僧一直有个很深的误会。佛祖为了消除这个误会，特意在我背后刻了几个字，说你们妖怪看了之后就不会想吃我了。且慢，师父，不来迟了。妖怪大哥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拽我。我受观音菩萨指点，都来解救你的，可我来迟了。我给观音大师写的信，他收到了。那你没来迟，你来的刚刚好。虽然我来迟了，可我不会说出去的。师父，不死心是我的吗？要你灰飞烟灭！猴哥，不要！
猴哥，猴哥，猴哥！说你们，你们继续。离他们这么近是很危险的，快放为师下来。还不快去帮忙，快去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去！二兄，师父让我来帮你。这小花妖生自灵石，如今又回到了你的身体，缘起缘灭，一切自有安排。妖怪们不明白，以为得到石心便可以无敌，其实真正的无敌是大爱之心。悟空，你明白了吗？悟空，看来你明白了。齐天大圣，孙悟空。大圣。齐天，大圣。猴哥回来了。耶，你们两个给我看好师父，快点去。好。师父，居然没死！Yeah!
助纣。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没有了，只是，哎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位地中海先生，我还没问你的名字呢。师父，这一带的人呢，都叫我流沙一霸。初次见面，这个就送给师父当见面礼吧。这个为师不想看到自己的前九世，与为师的气质也不太搭，为师送个新的给你，再送个新的名字给你，就叫沙悟净吧。沙悟净啊，实在是太好听了，非常适合我的气质。好，好，好，沙悟净。师傅，那妖怪有没有伤害过你啊？没有，那妖怪还请我洗了个澡呢。师傅，你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。闭嘴。哎。悟空怎么怪怪的？是不是太久没见，想念为师了？猴哥，走了。来了。猴哥，快点呢！喂，等我。等我，死肥仔。
说什么，臭猴子？走那么快，小心我还手啊，你信不信？来呀、臭猴子！所以，这就是贫僧一直坐在这里等待的原因。长老，你在等什么呀？等待有路人经过，和他们聊聊天，讲讲故事，换口饭吃。哼，长老啊，这十万八千里不容易，这水你带上啊，我们走吧。哎。我们继续赶路吧。爷爷，这世上真的有妖怪吗？哪儿来的妖怪？妖怪啊，都被齐天大圣赶跑了。雷震子，快走！大事！沈站长，喊了民警啊！哎呀，这都能看得出来！哎呀，好嘞。尘俗世内几多的斗前，刹那这一息间便注定要落空。曾迷惘的心海化身千百气孔，但愿在风沙之内别再被捉弄。茫茫然在远去，谁在极乐叹息？千丝不断的话别，愿这世太乱。回头遥望这路途，每一个梦醉醒。但愿在紧箍之内，别再乱我情。凡尘若苦如今，只想解脱，不想争这天。这金刚棒不再挥舞，不嫌因果。但这漫天风雨，可有期待？此心可会将冰霜溶解？曾在意那什么的斗前，醉眼于清醒间，梦散渐变尘埃。谁人在生死中看得清而破解？
没落五指山之内，到化这身债。茫然回望过去，谁愿事事扑空？一息醒觉且落寞，慨叹这梦内。谁人能在这心间放低一串相思？在日落的沙漠盛放绝世年华，凡尘若风。